我们记忆中的美丽风景变成现实中不知何时才能醒来的噩梦。在那个威权的年代里，反核曾是许多人认识社会的启蒙。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，震撼了台湾社会。1003事件之后，行政院在1992年通过了4计划，接下来的每年，共寮居民都到立法院阻挡核四预算的审查。哎，到时我们还在这里，但是我再来听大家。希望你上就是，好好啊，甲放落来，好好啊，将就是的重点放出来。咱家怕平，咱的家。消失的海鲜没人问，美丽的珊瑚礁盖着石灰粉，我要轻轻地唱，对着你们唱，我要轻轻地唱，对着沙滩唱，我要轻轻地唱，用尽我所有能量。我们不要核电厂。哦真的。